首歌曲呢在演唱当中技巧是比较多，今天严旭老师呢给大家专门出一节起风了这首歌曲的教程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去练习哦。首先一个，这首歌曲当中的话呢，气息是非常关键一点，如果大家气息不足的情况下，就要利用我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小技巧，快速呼吸。怎么做快速呼吸呢？口鼻惊讶式呼吸，像看到鬼一样的感觉，惊讶式的呼吸。而在惊讶式呼吸当中，他做的就是快速吸气，像大家听到的，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。快速呼吸，这是第一个。副歌当中音调比较高，需要我们大家去找到一个集中的鼻腔。为什么说是集中鼻腔？因为很多同学唱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我曾难自拔，与世界知道也成你。有没有同学是出现刚刚这种情况的呢？这就是原因我们没有录音的鼻腔这个位置。鼻腔，学习蚊子的哼唱声音，在钢琴当中拿出完美钢琴，找到 C4 这个琴键，往上抬一个，走到 C5。再把我们的歌词找到这个状态，我曾难自拔，与世界知道。再带上我们的音调，从此带上我们的节奏，放到一起，它就变成了，我曾难自拔，与世界知道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真假，不去笑话。这就是在带着我们的气息做到气声唱法的一个演唱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假声会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利用到这个鼻腔的位置点。希望大家呢平时在课下呢要多做这样的一个练习。还有一个地方呢，一样的会利用到快速吸气的感觉。我们在演唱歌曲当中，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换气换不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提前换气。比如说，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这一句话换了三口气，猝不及防，马上换了一口，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，我才能。这样的话，你看我的音调是不是就走上去了呢？所以说气息换过来的前提下，你肯定在演唱歌曲当中才能够去做到探诵，不然我们连气息都没有，我们怎么探呢？明白了吗？希望大家呢课下呢要多多去做一个练习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还有什么唱歌问题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出来，后期给大家出相关教程，片尾有彩蛋哟。